生，你应该已经见过可基了。你的守卫机器人很特别。可基，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他起了这个名字吗？ Cage， 难道是这王位是我的囚笼，他是 Qspeed 的囚笼。果然如此。Okay, chapter 4 next. I'm actually just continuing. Kasha! Kasha! 你为什么又做傻事？哥，我没事。你受伤了。我们现在已经进到夜光城了。你坚持一会儿，很快就能到祭坛。恐怕我不得不在受刑仪式之前。
讲讲故事吧，说说你离开之后去了哪里，接管特洛伊以后又想怎么做。好，卡夏，你别睡，我离开之后发誓有一日要回到这里，让所有践踏过我和母亲的人都臣服。我刻苦训练，但从不参加公开的比赛，为了不被你们发现，甚至给自己改了名字。怪不得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你。Okay, I'm gonna try this one. I think this one is also difficult. Really cannot, I have to off. I can't do this one. If I can't do this, I can't do that. Oh no. I 多次刺探过他的身份，但是他都隐藏得无懈可击。那他都为你做了些什么？他给了我一个完美的伪装身份，让我能够在世界大赛夺冠之前都不被任何人发现。除此之外，他居然真的能在我夺冠之后让我得到特洛伊的车神邀请函。奇怪，那时候元老议会已经收到了你的真实姓名啊。
这已经是。Okay, yeah, no, definitely cannot do with all that. So I have to turn it off.
管特洛伊，你知道我最恨自己的一点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明明被他们毁掉了最爱的一切，却还是深爱着被他们管辖的特洛伊。哥哥，是因为你自己也发自内心地相信着，只要能达到目的，不必在意过程这个信条吧？是啊，到如今，我几乎失去了一切，赛车是我仅存的光了。This one. Oh, Keji is there. Okay. Huh? Keji, 我们来设想一下，以后可以如何改变特洛伊的现状吧。真像小时候过家家。哎呦。才不是过家家呢。大地之血。我支持你。这种不该属于我们的宝藏，葬送了无数先辈的半生，而赛车也绝不应该由他来决定胜负。我还打算设立一个情报机构。情报机构？我们俩会变成现在的狼狈模样，也有相当一部分要归功于情报的不对等呢。在特洛伊目前落后的现状下，我们得用最高效的方式先追上其余的三大车厂。
骄傲到不屑于借鉴任何他人的东西吗？但我知道，你现在早已比任何人都更理解特洛伊的心跳。才能像小女孩一样做自己吧。
Okay. Qspeed 的执行同步的地方。
可是其他的 Qspeed 都可以由上一任主人直接完成剥离和转让了。说起来，这也是制度的一堵了。来这边。Okay guys, done. I finished the story. Wow, and I missed the QS coin because the season is over. So I won't get the next permanent A because of that. for this server lah, for my QQ server, I think I can get that. But here, I think I will not. We'll see, okay? So that's it for the season story guys. Thank you for watching, and until next time, see you in the Alpha Munich story.